欢迎收看公馆播新闻，我是主播子瑜，我是主播慧伦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回顾九月的事情。首先是开学的实验室，我们来看看实验室那一天的照片吧。
们开启小铃铛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最后，我们公馆国小还有粉丝专页，记得去追踪哦。